大家好，这是睡在我旁边的兄弟，打扰了。高兴点。拿来吧你，下一位。啊，我觉得真的是演戏真的是需要男演员的，你知道吗？就演员不对。好，来，这是我们小唐的演绎，下面掌声有请雪琴上场。你和没有公开的男友正在约会，你看到有很多女生在朋友圈跟他热聊，你有些吃醋。谁呀？啊，朋友。你朋友挺多呀。一般吧。这个时候你拿过他的手机，打算跟他拍一个视频发在朋友圈，这时你会，咱俩拍个视频呗。干嘛？大家好，哎哎，这有一个人儿，看见没？帅的，男的，我的。好，这是雪琴的表现。那么下面要我们欣欣来表现了，掌声有请最后一位虞书欣。压力好大啊。你和你没有公开的男友正在约会，突然他的手机一直在响动，你看到很多女生在跟他热聊。大家好，这是我女朋友啊！大家好，这是我女朋友啊！可以吗？满意吗？满意。这有点厉害啊！这有点厉害，来，掌声给他们两位。真的可以吗？我不知道呀。这就是你的设局，对不对？如果他不接这个茬的话，你怎么办？我想说，此条朋友圈集齐99赞，我们就结婚。哦，应该说集齐一个赞，集齐一个赞就可以结婚。啊，你们好会哦！万一我的微信好友只有98个呢？不会的，